他们自己造成的艰苦和磨难，去拜祭站在那里的父母亲，而社会造成什么后果，我们都只能默默地接受。 他是我们的领袖，那么诶，对我，诶，我是下山之后了，才有机会接触他，那么也曾经跟他私底下谈过两三次，我觉得他的思想比较开放，那么他也比较认同民主。